对你来讲，这个重新出发的马拉松，什么样的新年愿望？今年下马是我的第一场，所以说我也希望用我的文字、视频还有图片，去向没有来跑下马的朋友们去分享。对18届起跑的下马，18岁了，什么样的一个祝福？希望下马今年能够顺顺利利、圆圆满满。将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参加每一年的下马，和他度过每一年的每一岁的生日。加油！